如来本性众生心啊，业识微波起轰动，性欲不动，分五气，故有三识住于心。也就是讲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咱人人本具如来清净本性，只是咱凡夫啊，业识微波起轰动啊，看看水那真清，也都亲像一面镜。也你那是，伫迄个水，小花花摇叮当啊，所有的景象都凹凸不平咯，那就是照未明啦。咱凡夫一心识，敢毋就是安尼呢？咱拢是伫这个业识啊，伫咧波动中，啊，这个业识伫咧波动，是安怎波动呢？一句话讲，无风不起浪，业识本来是安尼静静，但是呢，就是无明风起啦，所以使人这个业识啦，就开始无明言行啊，行言识，识言明识，从安尼开始，十二因缘不断延去，延到老病死，老病死，也阁是带着一个业识，随着业识再到五次十几个地方，是要来人间呐，或者是要到地狱呢？或者是畜生魔鬼啊，或是人间的心灵的地狱，人间行为的畜生，或者是人间啊，无奈何的饥饿的地方，这爱看咱在过去心中那种的无明风是安怎造作。真的五气啊，拢是随着咱性欲不动，所以接落来这段文啊，都三十字的譬如，咱前面讲过去啊，这个大体的内底啊。就是一个主人，一个主人啊，经文的内底称为中者，中者，伊用伊的德啊，用伊的时间伫咧领导，确实中者年龄大咯，那老迈啦。内底虽然有人真多，却是年久失修啦。所以啊，在这大体败坏的过程中，内底呢，这么真多的人啊，在迄个所在，也阁是不知不觉啊，这嘛是一种的譬如。譬如的，众生做真多业，那么共业在天地之间，所以啊，
大乾坤啊，四大不掉啦，这那掌控过去了，四面皆是虚言风气。在这个时代啊，看一定呢不掉河啦，灾难频传，开始呢四面火气呀，这是偌呢正危急的时代呢，所以佛陀啊，两千多年前。就是为着这项代志来啦，要让大家人知，这个人伦道德啊，世间真理啊，万万岁对咯，都亲像迄间大建筑，真古啊，连古失修，不管是栋梁啊，开始呢。都在了五百中啊，内底还阁这呢多人，众生的欲心嘛，那就在这个五气杂气的道理不在人心了啦。所以咱起码，这都爱人人发大心立大愿呐。四方誓愿的心，在咱现在赶紧搁提起。那三世主啊，就是爱学佛啦。开始呢，咱都爱用心来承担如来家业啊。中家主啊，中家主主。欲识二识，识至三识，在此体中，这个大体呢，已经啊，四面啊，这个忽然间起火了吼，焚烧下体，在这个下体内底，中者一件啊，斩。二十乃至三十，拢是伫这个体中，这个三十主呢，完全是佛陀的慈悲，也不下众生啊，天人地狱五鬼畜生五处之内啊，佛陀呢？都无放弃任何一个众生，佛陀呢，是一切众生如一主啊。那什么叫做三十主呢？那就是出世，有心想要出世，有伫咧修行这款的精进的人，那就是中者的三十主。天人无一定会接受佛法咯。何况地狱五鬼畜生，竟是无佛法的地方。但是这三十主啦，就是已经呢接受佛法啦。啊，接受佛法呢，嘛是有
分成三阶段。入习，就是第一个讲习，那就是指大乘一切种子。一切种子呢，是佛三谛之一吼，那就是啊，一切种子啊，意思就是讲，令得一切诸佛之道法。第一种的呢，一识住啦，那就是表示呢，菩萨啦，已经呢。通徹了解佛陀所說的道理，知影唔只是愛修心，同時呢愛身體力行，在人間人群中去付出，這呢是佛祖中的第一上根基，行菩薩道。譬如呢，在这个三十诸中啊，其中之一。那二十呢，也是譬如，那就是独觉啦。知影一切拢是这念心，所以因为安尼呢，伊觉悟啦，所以呢，这种上乐即静，啊，都真欢喜家己呢独修啦，所以独自修行，这个心无要去。言众生的烦恼啊，独善其身吼，以这个觉悟的境界啊，清净伫伊的内心，哪怕再出世来人间啊，继续迄份清净的觉性，所以伊会当无佛之世，自己觉悟。理性素，无搁在这个心动念呐，这叫做独觉吼。那啊，咱修行敢敢若为着要理性素呢？尤其是佛法所讲的性素，是咱的心意识的生灭法啦。所以独觉觉性虽然是真明朗呐。确实呢，无法度去觉悟别人啊，所以伊嘛是未当成佛，欠了缘。那亲像安尼，伫经典中啊，有一段安尼的故事，就是讲有一个深山，啊，有五百外人共住在迄个山林的内。对啊，阿弟阿弟咧修行，那么其中有一位独角山内的狗，看到这个独角啊，伫这个人群，甲人较无同款啊，所以呢，这只狗啊，嘛对这个独角，安尼呢，作势啊。啊，
对伊的这个行动。那这只狗对我啦，学这个独角的形态，安尼呢，这只狗啊，确实无法度呢，真正觉悟迄个菩提道，真的。意思就是讲，干那要伫独角呢，这连伫畜生道啦，伊会当学人啊，甲人同款的作息，甲人同款的行为，那拢总会当同款。确实呢，欠了迄份呢发菩提心。我敢那修我家己，那安尼永远呐，就发无法度呢往外传，这种不是真正究竟的修行。那第三，那就是声闻呐，三十，就是譬如声闻。声闻啊，都是听佛的声音入耳根啦，无听到千说五一啦。佛陀讲一千遍吼，伊才知影一项代志。真钝根的人嘛是真多啊！啊，到底呢，听会清楚无？法会当入心无？法入心啦，会当身体力行无？这就是咱爱家己思尽饮水，凌乱处置呀！啊，咱是毋是拢伫这个三十字的内底？是声闻吗？或者是伫独角呢？或者是伫菩萨呢？会当体会一切种子，不只是自觉，自体会，体会了后，爱阁分享予他人，众生苦难，咱愿意道理。伫几工前，至少他亲小事啊，来告假讲，伊要去美国啦。同时呢，啊，要参加呢，甲美国的主持人会合，要去海地，美国苏醒伫遐海地，开始伫咧准备啊，要去做法皇，至少因拢到位啊啦，苏醒去机场呢，该接机啦，伫海地开始呢。展开了去布善经济的工作，但是第一件的代志呢，啊，都爱去拜访，因为呢，要发放啊，必定爱维护部队、爱军队来维持迄个处事，这是伫海地呢，那要发放的惯例啦，必定呢。就要先去跟部队沟通，这回啦，为何部队是轮到亚达的部队啦？那智修啊、心言呐，因教育的是因所负责的呢，就是入去部队呢，跟司令讲话，拜托因讲吼，到时呀。邀请因来甲咱维护，开始就至少都一直甲伊讲组织啊、啊得当啊的岁月啊、组织的元气啊，
佫将头甩起，讲予军队的人听。同时呢，要予因知影，主祭佮海地的因缘，因为迄个部队。住伫海地的部队，拢定啊伫咧换嘛，所以呢，主祭的故事从头说起哦。了后呢，互因听甲足感动的，将英文的月卡呐送互因。哇，这位呢领团司令啊，伊看到这个物件，哇，真感动啊！开始呢，也介绍，因为咱海地的医生啊，嘛准备呢要发放的东西，嘛要义诊呐，伊就将因的军队的医生介绍给咱，讲到时军队的医生嘛会当参加伫这个义诊中去看病啊，哦，亲像安尼发啦。就是要有人团，海地呢是一个很苦难的国家，本身无军人，伊呢就是联合国啊轮流派军啊派兵伫迄个所在，安尼轮流啊去保护海地。这回呢看到咱要去发放。台湾的北美到位海地，从加拿大、从美国啊，组织人会合呢，要去做发放，搁再要去做义诊。同时，上重要的任务啦，就是要去给人培训吼，那去分享人间菩萨。这个法则吼，咱慈济净师的法门，诸济宗门还是同款的，要伫迄个所在建立起来。所以啊，当地已经有种子啦，一粒、两粒、三粒。现在呢，培训的人搁在增加出来。啊，即摆去培训呢，到底是实主呢？因的根基是不是一个对当然接受到行菩萨道，了解法，也愿意利益人群，这叫做菩萨啦。或者是呢，这回的培训啦，会当去接引到讲哦，佛法真好，我愿意接受佛法，我愿意呢，把这个心。爱修炼好事，唔通呢犯人道的规则，是不是会当教育到安尼呢？或者是呢，听到佛法种一粒的种子，那佛法真好啊！我知啦，那安尼呢了解佛法，海地本来呢唔捌听到佛法啦。是因为呢，第一，地动了后啦，主祭人到位迄当阵，才开始接触佛法，所以讲起来，这声闻呐，安尼来接触佛法吼，这呢就是因缘呐，有了这个因缘呢，佛法会当。到海地去，到海地呢，会当在经济的当地去布种哦。那这呢，就是因缘啊，这都要发大心的菩萨啊，才有法度把这个因缘经济呢，到迄个所在，在迄个所在身体力行去教育哦。这就是第一种的。实主，那就是归入的菩萨道。因果呢是自性，再来呢就是声闻吼。那按照佛所说法听入去，安尼呢会当根基安怎来接受，
安怎来修行的人，真的是受持法人者的人啦，称为是三十住。在这个五处的内底，唯有这三种人啦，他呢将佛叫生，将法化生，这呢是真佛住吼，所以中者称为五处的内底呢，中者的三十住，六十、二十乃至三十，这呢是依佛有缘呐，这那是实吼，实若不为我那实所覆盖，我那实就是七实吼，那即不明而来也实，都无有呢。这个经济作作啊，伫迄个仓库的内底，咱的心内迄个重实啊。拢总伫咧撞着吼，我那是。这个第六识，就是接受外面的六尘呐，外面的形象在伊的心搬入来，我那心呢？第七识啊，去做作吼，了后这个精智性呐，归纳的这个恶来也是，那下当无有这外面做作的境呐，那都唔免有恶来也是，那是虾米呢？就是阿摩罗识，那就是真如本性啦，清净人人本具，清净本性吼。总共一句，咱若会当了解，就其他阿摩罗识的证明啦，那拢总卖去受染啦，这呢就无有大体的慧吼。这个三界的内底都未发生火灾咯，吼啊，那无有在无明烽火啦，那就是安稳的真如体吼。所以各位菩萨，爱发菩萨心呐，五持十机的内底呢，有行的人会当将佛叫醒，将法化生，看咱的根基。安怎接受？所以咱来时时多用心。